下课，大家知道下课的客家话怎么讲吗？哈空啊，然后我们台部是讲哈口啊，对，然后我希望大家副歌的时候，大家能一起跟我唱那个，我副歌是这样唱，哈口哈口嘞，那兄弟哈口，好，大家记住前面两个就好，哈口哈口嘞，好，我唱一次哦，哈口哈口嘞，哈口哈口嘞，再次哦，哈口哈口嘞。谢谢，做个哈。It's not she can't go back 还是你还需要白费 I think on Monday Enjoy to stay me The ones they can't stop 又不用买不用买一条冻掉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 Saturday 今天 Sunday come on 今天 Sunday 哈口哈口嘞该说的哈口哈口哈口耶最后的呀哈哈口哈口哈口嘞Enjoy 哈口呀，你我的梦想，再次让我们中国。Say 哈口哈口嘞 ，Enjoy 哈口哈口哈口嘞，再次 One Two 哈口哈口嘞 ，Enjoy 哈口。唱过了啊 ，Oi Oi Oi， 秀美浪漫狂欢，一个森林之旅，马上去跳舞。谢谢。